聊到女性的敏感话题，不禁令主持人与来宾心有戚戚焉。女生啊，生下来她就有两三百万的卵子，到你差不多40岁的时候，只剩了30-40万的卵子，真的压力真的很大。现在女生养活拖啊，拖到30年40年。请锁定今天晚间10点超市《金头脑》。